像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慈天毕生公益所提供的节目，连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咱专线吼，那要听会到，咱会当下载台湾收音机啦吼，啊，就是最方便的吼。啊，咱若是讲伫咱的频率发射范围听会到，咱当然是要听东港的啦吼。那咱的朋友如果若是讲东港呢，咱无时间，咱对 YouTube 咪来得入面。也是讲慈天一个好的什么，气质是为咱日常生活当中来培养的吼，并不是讲你要爱有气质，啉汽水就有了吼。所以呢，气质是由我们的生活当中全部，在你讲话思维啦吼，一个动作，它都看出你一个人是不是真正，咱在咱的内在内底有安定了吼，听你讲话。哦，伫娱乐市中的生活起居啊吼，那讲这个人有糟践呀吼，嗯，你看都跟他行尸走肉，哦，安尼空壳的，有心无灵魂的，足济啦吼，提菜刀锤菜刀，压锁匙锤刀锤锁匙的足济啦吼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了这样的毛病？嗯，等一等再来谈咯。咱先来听一对，咱的道亲周师姐所点播的吼。该挽救师姐，你好像在讲我呢。啊，我真正提锁匙咧，夹锁匙啊，搁咧找锁匙。提物件提伫个手诶吼，啊，明明都提伫手诶，啊，搁咧找物件，找到安尼变变叫安尼。我到底是什么毛病啊？哦，啊，人讲吼，啥物咧食迄落提神醒脑诶啦吼，食脑诶吼，看食脑补脑，答案我嘛食。啊，食食嘛是同款咧，记忆拢无去安尼。有时啊吼，一台车驶咧直直飞啦。啊、我就想要来创啥？啊，一台车塞咧，他怎啊无得啊呢？直直飞，在那边一直绕，绕不到你要，到底要去干什么？因为想不起来。啊，连猛攻梅山师姐，敢真正有灵光病？啊，这就是灵光病啊！
咱人呢，身躯一心的做主吼，是伫你的思维，思维就是灵内底面所谓灵界嘛。一个人先啊讲出世的聪明，一个人先啊出世的鲁钝吼，一个人出世先啊有人缘，一个人出世先啊无人缘吼。有的人是八面玲珑啦吼，站在台上哦，辩才无碍啦吼。有的人是徛上台一开口，啊就烧成蛋石头。人生呢一样生百款人啦吼，但是呢无同款的结局，咱写的剧本嘛拢无同款。那么剧本它早就有编排吗？一半啦吼，一半因一半果。既然是一半因一半果，有因才会有果。这世人咱修的灵格，就会成为下辈子你优良的灵魂呐、啊。下辈子优良的所有的一切，它都是你这一辈子的储存，你的能量。啊，咱这世人敢会说唔蛮修？有诶讲哦，对了，孙仔甲应讲安怎？嗯，这世人哦。我就想讲无爱来啊！做人足艰苦的咧，但是咱到底有偌济人有迄个资格讲无爱来？包括出家人，出家人啊，一个想法唔对。你讲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迄种极乐涅槃，嘛无几个出家人会当去到极乐涅槃呢？唔是干那一般人讲吼，啊来叫师傅来念几簿仔经。因为就给你养你去西方极乐涅槃的所在，极静的极乐。我个澳镜头算啊，无几个有够格啦，好去个涅槃极乐。那么呢，咱今嘛呢道教咧讲长乐界啦吼，就是咧讲太清贤救苦天尊所接引的中生六界，那就是一个往生的好去处，他会去在那边。很快又到人间来了。你讲无啦，这世间都这艰苦，为什么咱来要过来？神伊无肉体，所以伊爱需要人来甲伊配合。咱讲林默娘，伊有真济法力啊，但是伊要救因老爸甲救因阿兄，伫个水底，伊无用尸解的方式跳落去海，肉体下步。伊个灵在当显现到伊个啥，显现到伊个能力啊，伊个心力啊，伊只我都去救苦啊，救难呐、啊。啊，但是他在人间的时候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牺牲掉，他才有这样的无形的灵力来救助啊。但是当咱的天上星庙成为天妃天后了后呢，伊要来这个世间救世，那么伊要先找啥？爱先找到一个天时地利足好的所在，足灵气足好的所在，伊还阁找到一个足好的供主，找到一个足好的主持，找到一个足好的机身，伊才有法度呢，伫这个宪法用在这个人世间呢。啊，伊要找的人才，敢是你正式地人准备好啊吗？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吼、哦，人已经训练好好啊，只是阁换一个人壳躯壳，过来世间，过来转世。啊，雄雄过去看到妈祖婆，哎呀，目屎四淋水啊！为什么？我为什么看到妈祖婆会哭？我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因为你曾经有发过愿呐、啊，啊，成愿再来，你要来做妈祖婆的护法，要来做妈祖婆的代言人，你必须还要在人间呢，吼，爱过来出世。啊，你来世间出世，是妈祖婆要爱集体啊，伊。妈祖婆身为灵感，要透过你的嘴来教化众生，要透过你的法，你才有法度去救人嘛。咱讲惊着煞着，吼、哦，不管讲你是要用庐山派的啦，嘛是着爱用这个法师啊，啊无你法师要哪顺？啊你讲骊山法主真牛啦，丹顶高嘛俩妖真牛，你敢免迄个法师吗？法师牙的吗？啊你这法师就是人吗？人为三宅之一，就是咧配合天顶的神圣来咧做人间的这所有的工作。你讲官地，伊有五德，官地呢本身的义不分天，伊敢唔免去找一个足架手的？第一人慧乱嘛，第二项伫天顶所有的这护法护道来到人间为所用嘛，伊要讲的话就为这个乱笔落来，
然后甲记录，记录伫个册内底。要无你讲官地，你都查克个，你当雕个嘛？啊无你开嘴啊，换你开嘴来讲话哦，众生听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伊爱透过代言人，透过机，透过乱笔，伊才有法度甲这圣意来传达。啊，你讲咱有特别的体质，为什么摕菜刀、找菜刀、压锁匙、找锁匙？因为咱的灵，你无爱插伊呢，伊家己就主动爱安怎？主动甲咱的肉体甲放咧啊！放咧，我爱去找主啊！我爱去找我要修的所在。啊，你肉体既然唔精进啊，我就无可能陪你啊！安尼呢，咱的灵这条灵柱拿出去啊，那你就是有心无灵魂啊！啊，你讲我食啥物补脑药啊无效，我叫医生看无效，这就叫做灵光病。啊，那灵光病，你要找回你的健康呢？除了你挖位庙堂之外，庙里道场之外，你去找着你的真灵正主。也那无机会渺茫呢。哎，让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，甲咱所有孙兄师姐加灵慧啦吼。很好听哦，文殊师利菩萨，其实没想啊吼，人讲灵主很殊啦吼，你都是要找到你的频率，再到波，然后你才有法度条码运正啦吼。所以你咧办呢，你的主是虾米人？那么上天安排啊，还是你这条灵累世？想吊带灵，你的吊带是伫啥物吊带来出世？你是属于倒一个？那么你今嘛来这个世间的行功立德，你这条灵柱你该爱清清楚楚啦。哦，啊世间无迄个讲吼，啊因甲果唔免行的啦。哦，讲赖皮啊吼，有的人讲哦，我都咧替神办事咧，我那会破病，啊这神就足无能力的呀，歹势吼，神。伊嘛是甲你讲哦，该爱行的你嘛是爱行，该爱修的你嘛是爱修，因为这是你累世所有的业果。在做机身的破病无会啊，做机身的开刀无会啊。那么，咱讲做神的代言人，为什么我那会开刀？啊，有的人甚至于会修过无长，到底是安怎？真正你若功成过半的时阵哦，会修免长啦。因为你是要等去天顶享受的，你也不是要用供脚床的，他就要吃遐久的，创啥？吃遐久，啊，再来都要让病给你折磨。吼，啊，咱灵工本来足自在的，啊，足精工的，啊，吃老啊，当个无头神，啊，愈磨愈磨，灵价愈低，啊，愈磨灵价愈低，到尾啊，迄个时阵你去要翘起的时阵，我跟你讲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你头前面修的迄段，甲后边你记无掉嘛，因为你的灵根涣散啊。哦，咱家的灵根涣散，咱的灵源已经无去的时阵，那么就荡到谷底了，从头再来嘛。啊，大家都嘛要保持最佳状况，所以咱讲做电影的，不管是做主角也好，你都要见好就收。你若唔见好就收，等好你已经袂青啊，无红的时阵哦，你在荧光幕上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我跟你讲。咱人对你的印象是伫最后迄个印象啊，吼、哦，唔是伫咧当请赢迄个印象。李连杰有请赢无？有啊，但是伊即马带着这个病苦，你说
现在他能够在荧幕上再发挥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咱呼伊的哦是赞叹，但是后边看到的是伊身体折磨甲悲哀吗？所以人吼，你来看神拢未活介久啦，吼、哦。那妈祖婆伊嘛是见好就收啊！我来照这个世间，我该学拢学啊。所以咱道教上界当代表女神呐、啊，有来世间出世的都是林默娘，咱的天上圣庙，伊是大孝，有朝代有历史的，包括伊的故乡伫地里啊，佫会当去看会到。这就是叫做啥？1557年，离咱较近嘛。你甲想，我们还可以去悬梁岗哦，去看伊个房间，去看伊较早做事。伊就是真正，咱讲得道教得道的女神呐，嘛是叫做咱讲六方天上圣庙元君，天上圣庙元君。咱即个所谓元君呐、啊，多是不会很长的寿命，所以讲伊伫个适当的时机啦吼，牺牲伊个肉体，伊唔叫我多回生啊。哦，伊选择九月初九来回生，咱即马有天上星无好拜呢。哎呀，一直拢活咧，活到做阿婆的时阵哦，啊灵光拢退了了啊，啊伊无阿多专灵拔得回生的时阵，能量最好的时候，他没有回生的话，那林默娘这一辈子还是变成一个，人讲坊间所说的阿婆女医啊，伊要那成仙之道，无可能嘛。啊，成仙之道的真人啊。他都年纪轻轻的，他就成道了，他就是上面的真人了，好、哦，已经在天顶啊！啊，咱人拢是求长寿，要求哦，安尼辛苦都下也嘛，是要搁求医生，搁求搁拖几年嘛好。我们就是眷恋这个人生，眷恋的这个好、哦、残命生命，残缺不全的生命，一直在眷恋。啊，你一直眷恋哦，啊，你就把你的啥灵根、胎根拢拖了了啊！拖到最后，什么拢无的时阵呢？那你说你要去哪里？啊，当然你无处所去嘛。咱要去的是功德力，甲你的灵光上盖好。你肉体下步去下，你知影讲，我肯定，我一定要去哪里？还是你发愿要道家慈航嘛？我发愿要搁道家诸盘，搁道等来，我要过来做世间人的代志。那你的坚决这种愿力，你马上去，马上就回来了。49天就马上又投胎了，投胎来到位你想要去的地方，那你的灵就是非常干净。诶，你所接受的细汉就跟人不一样，他的体质不一样，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的思维不一样，他的 EQ 不一样，这就是上天最最最好的安排。能力今天是做六了吼，咱慈天必生公的道经团今天是在咱受罪了吼，在那个所在在做法科了吼，那么欢迎咱的虽然这有缘，哎，等下好劳了吼，今天礼拜六啊，等下慈天必生公来效劳，多点人力来帮助啊，服务众生了吼，今天人客真多了吼，因为预约的太多了吼。一挂过今冬，来讲世间人实在是有够憨，明知影这是一场梦，偏偏就是这多人。名利只两项，坐少来加点贪，人贪咱，那咱贪人，六亲不认那人，情义正是惨，半半害死人。情悠悠
听了感觉安怎？才知影空荡一世人，原来人是活到这么无价值，是因为无价值的对，因为你不懂得怎么叫做修行，那你的价值观就无去啊，你的价值观没有的话，啊，你想呢？咱的人敢不是小小的呢？我要甲野爱求啊，啊是要去甲往安啊个短短的安尼尔，谁记得你啊？人若无在这个世间眷恋一个真正的被人怀念的地方，那恁囝都三五天都甲你放袂记哩啊，啊三两年都袂记哩啊，连你的形影甲声音都甲你放袂记哩啊，何况呢吼，佮世间人要甲你记嘞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吼。来，咱昨天必胜宫的宫址是婚姻观大悲向三吉川中壁十六至五十二号。我娘讲吼，玲阿囝，你还佫有十年的时间，互你发挥啦、讲道啦、吼、演法啦、吼，啊，你也甲你捌的吼，赶紧传承啦、吼，还给你十年的时间呢，最精华的十年的时间。所以你会觉得我讲话很快，我很急呀、啊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就是因为。我们的时间有限了、啊、所以说一冬哦，换嘞换嘞，今麦七月呀，轮一个六月，搁今麦一个七月呀，结果七月十二是咱雷山老母万寿无疆圣圣寿的好日子。那么呢，我们呢感恩雷山老母，所以这一次吼、哦，咱要去这个雷山老母的所在，就是西安立山，我们上山呢去向母娘感恩了、啊、吼。啊、所以说咱这个要去武当山的人员全部到齐，应该有缘的全部到齐，总共38位我们都团圆到齐了齁。所以底下跟咱的朋友说可以去的很幸运了齁。我们所排的咱说36天齁，来这边齁，咱有这个72洞府了齁，啊 100.8 福地。七十二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我们能走多少福地就走多少福地，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是神仙所住的地方，而且我们要去感受一下灵气啊。那个师父吼，最这几天啊，有可能拢会请假，为什么？因为公务太多了吼。这摆咱的这个秋季法会登记的太多，而且吼，咱爱个火上真侪灵吼啊，咱那是送出去的这个所谓吊车通关门，必须爱去圆满啊。咱即马伫圆通殿，咱就将所有牌位拢装伫圆通殿，我们已经在供了。好，我已经工作一天去啊！吼，每一天呢，拢莲花发布一、发布二，还够吼，生来生得嘛，万来万得。大金财宝，咱就开始一定在供啊，早来的就早得，万来万得嘛！吼，所以我们已经供上了贡品，已经在圆通殿，已经在转化师，转化已经开始在布施安定啊！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五爷。吼、哦，咱讲安营，或者所有该定位的地方、要守护的地方，我们都上次大孝道长，还有我们宫里面的那里啊，中段元帅已经配合好啊，全部开始拢定位啊，吼、哦、定位啊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啊，七月的中原普渡，我们是在25、26、27，但是咱的科仪是提早17、18，哦。17、18，我们就在做上天的科仪啊，哈，噶足修啊呢。那么15是咱的中元地官下坠，那是一定要做的啦，哈。咱讲纵观人间万千有形事物的形成，来自于无形的能量，有噶无，有无，那是大道本体所呈现的两面啦。处理同一项的代志，有时困难，有时容易啦。这叫做两面事啊，吼！你没有弄懂之前是困难。当哈你捌来时阵，你就感觉哎呦，遐无三。所以人公婆，较早人讲公婆唔得三个钱啦，唔讲你也想三年呀。这就是啥？
讲处理同一个代志，有困难的一面，甲有容易的一面呢、啊？在你没有弄懂之前是困难，在你弄懂了之后就容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足济代志本来是足容易的呀、啊，因为咱袂当用心提出迄个智慧来处理啊，所以咱就甲代志处理甲无啥啥。所以有的人讲，梅香师姐平常时我唔捌看你咧讲话，我讲话是要讲给什么人听？啊，你叫我平常时伫遐咧讲遐什么东家长西家短呐、啊、吼，啊，你讲到什么人安怎，那个我会甘愿包容难熬，我不想讲话。所以平常时叫我讲话的时间，我看对人了，做对事了，我会讲话，我会滔滔不绝的讲。你不听我讲还不行，但是我不想讲的话，就是我不值得我讲的话，那我就是不会讲话了。迄阵那都会教啊，所以咱有足侪代志本来是容易的嘛，是因为咱袂当用心提出智慧来处理啊，所以咱变成讲啊困难哦。事物的长短无一个准则难以分辨嘛，但是长必然是由短所决定的嘛，而且长短各有功能嘛，吼、哦，咱必要爱去善用啊。数量会当达到迄个功高下无定论啊，事物高下互相比较嘛，请高找高下而各有其用嘛，所以咱善用高下的好处，莫用高下的歹处。主客成为属公嘛，所以咱咧讲话共同款嘛，声调共款嘛。你对这个人咧发声是柔软的，那么就是母愿嘛。老母咧疼囝，伊咧讲话是柔软的，是柔和的。他个音调呢，吼、哦、调频呢会接收声后的余音呢，然后这个声音是一体两面的，是互相应合的，是调整妥当的，表达才会当。有够和谐，有够完美。你敢有看到母牛落来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大声嚷嚎无啊？伊足慈悲的啊，足温暖的啊，吼、哦，望着你的身躯啊，吼、哦，你会让你感受那一种电流啦。啊，如果妈妈讲话气急败坏，那个孩子还没有开口讲原因，妈妈就劈头就骂，就骂到那个孩子狗血淋头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老母就失去慈悲，也失去理智啊。人只要投讲恁囝安怎，也无爱去问看讲恁囝是安怎，今日伊太安呢？你原因不找出来，就劈头就骂。阿拜恁囝讲白贼无？会啊！看到老母，老母都干那要爱看好的一面尔，我只有得讲白贼啦。所以他会隐藏不好的事，不让你知道，他才不会被挨骂。当你知道后面的后果的时候，你才知影讲恁囝歹是因为被霸凌了，因为他要反抗。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受多少苦的时候，你一直甘骂，一直甘骂，安尼你甲想，这个囡仔该不会变安怎？自闭，自闭的孩子他就心灵不健康了。为什么不健康？因为伊讲的话，老母无相信嘛，老爸无相信嘛，相信别人嘛。那我就一直讲白贼啊，我就一直暗砍嘛。所以讲，互相应合调整，发声。所以咱常讲音声响动玉轮转嘛，发声的母愿，母愿的音频它是柔和的。啊，今天你若是一个好妈妈，你会安怎？你会讲来？你说你有多少委屈？你讲出来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要知道，到底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给孩子一个申诉的机会嘛？你都没有给孩子申诉的机会，不好好的听他讲话。他还能够怎么样信任你？连自己生他养他的妈妈爸爸都不信任他了，他的朋友他当然不信任，要不然在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他一个很孤僻的人，他也不想跟人家、哦、去好好的 讲话谈一谈，他会孤僻。孩子是你一手给他栽培了，你栽培到这个孩子出社会是个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孩子，错是在谁？不是学校，不是国家社会，是老爸老母，他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，一味的只相信别人，不相信自己的孩子。你没有让孩子申诉的机会，你的孩子认为他没有一个什么，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听他说话的父母亲，他会对立呀、啊。所以人家讲前面跟后面，哦，咱各有不同的立场嘛，但是咱来互相。
吼、哦、国安其位嘛，咱毋只会当和平相处，每一件代志拢是对立的，但是到尾也拢是融合的。为什么？咱即马国家讲做这个代志，你感觉唔对的，但是是对立的。但到几年后，你产生一个融合的时阵呢？你就会取了，各取优缺嘛。啊，既然是各取优缺，对立可能了解无同，了解了后，你会提醒你家己啊，事情的变化有所应变。融合了了解相同的处，你就知影讲相辅相成的结合嘛。有所阻力啊！当处于相同的时阵，应用伫这个啥？应用伫地中和中之道嘛。一生心相态，你的处于无同款，应用下这句以尊重为上嘛。咱俩讲恕，愿意原谅别人、宽恕别人，这个恕字就是下之道嘛。以尊重为上，知道同而异，异而同的道理。咱唔只要当顺利行事，必靠超越对胎儿达到真神秘的至神地嘛。所以母娘说要把你能的、会的，要全部给后学，然后要交给后学。是一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嘛。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方式处理代志，推行实际，吼、哦，能够实际不着言相的教化。啊、所以讲圣人一个讲啥，伊会当听悟宇宙的真相，了解天道运行的规则，而且也当依从天道的轨迹行事的真人嘛。那么男将叫真人，女将叫元君呐、啊。伊咧处理代志的方式是无为，所谓的无为，并非什么事都不想做叫无为，不是，他不是无，他无为是因为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，伊唔是为着伊家己的利益，所以叫做无为嘛。什么事都不做，唔是安尼，无利益你都不爱做，唔是安尼。咱该为吼、哦、不该为则不去为嘛。该想爱想嘛，不该想的就唔去想。咱卖去执着，嘛无爱有梦想。一切咱以这个实际需要做出合理的行为，所以咱常在讲合道嘛。你做出了合理的行为，你就合道，一达到完美的事功嘛。圣人施行教化的方式是不言。为什么讲圣人不言？所谓的不言，并非不说话，而是着重于。实际上的潜移默化，该言则言嘛，该灵不失人呐、啊，该不言则不言，该灵，咱讲灾灵不失言呐、啊，不言是甲咱讲，唔通着重于言行的标签，而是重视言行的实际。你讲出来迄个言行的实际，你要教人啊，这个方式，人有法度做会到无？这个就是讲，咱先话讲，咱是一个新型的代言人呐、啊。那么你施行教化的时阵呢，所谓的你会当讲的，甲未当讲的，这个新型做未到啊，你也未使讲。重视言行实际，这个实际就是讲，你今仔日所遇到的问题，实际会当替你处理的，那么这甲你讲才有效。所以一切以灵达以教化。树林林本灵灵脱离轮回嘛，回归涅槃自性。啊，你若无讲去自性地位依归啦，那么圣人呢？学天之道，大公无私的精神，犹如大道行足万本嘛，却不是辛劳。虽是机性，却不计；虽然成就一切作为，却不以持其功啊。虽然功成名就嘛，却不自居其功。Yeah. 啊，如今呢，现以咱的眼前的万物，拢是大道将无道有啊。经过长劫的生灭变化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不是辛劳吗？才有今日的缤纷世界，但大道生于万物，将来不减己有啊。
所以人讲牛咧犁田呐，一世人拢咧犁田，但是无甲一区田是牛下嘛。就经历千辛万苦，不惜辛劳，才有今日这个人讲花花吼缤纷的世界。但是大多生育万物，将来不占己有嘛，将没有重持其功。虽然成就如此伟大的功德，将来也不记其功，这就是大道的精神呐。圣人智慧高超，真灵观照，大道的精神，为独灵如大道同款，则能超然物外，真灵解脱，不为名利所驱，不为贪欲所胁，不为红尘所染，不为情事所困。今日咱将老子所传经典中看到老成的宗旨，在清净无为，唯有能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大道，认真修行，才会当善用万物而不被羁绊，自由自在，消脱逍遥于人间呐。天上圣庙啊，哈！进宫阁，昨天毕生公为咱开辟这个节目，已经是21年啊，哈！那咱对8点讲到10点，那今嘛呢？对9点讲到10点这段时间，没想呢，哈！人讲年会嘛有啊，然后嘛希望讲有一个传承的接班，然后啊，即个。吼、哦，咱讲灵啊，囝，若有想要学，有想要学啦吼，等下慈天必生讲学一挂，哦，咱会当替母效劳，替先生效劳，替妈祖婆效劳，会当呢，甲咱的菩萨，甲咱这个啥灵台印证，条码找也好，条码若找也好，自然呢吼、哦，咱即马拢用条码，过来就用咱的印信，就是咧讲了。找到咱的元灵主公呢，吼，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阵，你要甲印证条码，马上就咔，你是谁，你就很清楚了啦，吼。你是对多一个吊带来的，你是多一条灵，你是谁？你要搞清楚你是谁，那么你就知道你的主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也应化在这个人间，甲你共同来共立三轴，
一个开工，一个来做有形的，一个来做无形的，你就会很清楚了吼。所以咱毕生讲的所提供的香品啦吼，香油款速茶、贡柏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金盖绿蜂胶牙膏，也是每项要介绍过虫草王。咱就是要给咱的道亲吃，吃了会给咱的身体安怎愈来愈好，用会当给咱用到咱的喙齿愈来愈无毛病啦吼。点香呢，那个有烧香都有保庇，那么有烧香都有功德。那么咱甲这个所有的这广告来缩短，最主要就是要加讲一寡道理啦吼。每项爱的一点啊经费的赞助，不管你甲咱参与啦吼。啊，咱的花费也好啦吼，或者是讲你有咧叫香啦，你拢有咧护道啦，你有咧参加红道应征会啦，都是帮助楚天毕竟讲把所有的文化教育提升提格啦吼。咱这个灵界要提升，宫界就对咧提升嘛。啊，这个宫界呢，都是要大家做伙来做，因为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，才会当我咱楚天毕竟讲的教育成为多元化。多元化就是你要导学。我就和导学的老师来教，你要爱什么款的资讯，我就请最好的老师来培养慈天毕生宫的这人才啦吼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有缘，你都可以来同道同修了吼。经济是不牛的敬的，道祖的敬的，性庙的敬的，那么每项呢是尽心尽力的办道呢吼。所以能够把多元化的道传承了吼，这是我的责任啦，因为我是领文宣志啦吼。文宣的、啊、所以我就要把文宣做好啊。你要办书记的工作呢，咱就拿来拿交代给少年的、哦、去办啦吼、哦。那没想的退居幕后啦吼，一旦加减啊培养一挂人才啦吼、哦。来，以上是慈天毕竟宫的广告。今日手的十字，那是浙江生就对了吼，你都同寿了吼，咱讲母娘都母光了吼，因为我是七月十二生的囡仔，那么呢，咱今麦来听这段，你就能够承受到七月十二，咱骊山老母伟大女神、伟大女神呐、啊，圣寿保诞的光芒了吼，全人类都在为咱的骊山老母祝寿，咱的香烟缭绕通天感，那个天象那个气啊，会非常饱和，也会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，去接收母娘的光、母娘的爱了哈。伴随你愿，感谢众生成就恩。心碎碎呀，手烛光辉照大千，香烟袅袅到诸天。安稳冬天诸菩萨，手心手海万万年。祝你手臂那南山，好事纷纷随你愿。感谢父母养育恩，祝福双亲岁岁安。祝你手臂那南山，好事纷纷随你愿，感谢众生成就恩，祝福永情岁岁安。南无无量寿佛，南无无量寿佛，南无无量寿佛，南无无量寿佛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有没有接收到祝福？有接受到祝福无？因为七月十二是咱雷山老母的圣寿宝诞，七月十五是咱三官礼品，然后礼品下嘴天官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求忏悔？什么样的方式来求？就是你讲七月十五，咱的地官该的下嘴消灾。那咱这个时阵呢，咱向咱的三官大帝来求开恩下罪。有因果病业力的囡仔，为什么细汉的这么啊歹？哦，爸母在听，在讲的话拢完全听不入耳。这个囡仔劣根很多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业障在障碍着他，所以他的灵格无法度吼翻这个智慧。所以你甲讲，你讲东边也走西边啊，会反方向的走。这个囡仔现在无神经，是因为伊前因并后业，前因无消，后业搁来啊，所以一直地输这个囡仔，地慧门未开了吼。这个囡仔地慧门呐未开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在原来的路本来走得很顺哦，但是到最后他为什么越走越不顺？是因为伊自我放弃了，没有信心呐，无信心，自我放弃。那么你自我放弃，伊就无法度灵格定位。你搁会读个大学也好啦，吼，你关伫个啥？读个大学，你去关伫个，互咱所以咧讲诶，啊，就读个大学啊，那去关伫个小病院，因为他没有自信去社会跟人家怎么样，抢一碗饭吃，自尊心太强的人，你要去公司吃头路啦，只要人家你嫌一句啊，啊，你就退档啊。人家嫌一句啊，你就提出来啊！一年换二四个头家，当困了早早，哎，搁教学你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有留学的呢？为啥这囡仔抗压性这么歹？这个孩子的抗压性歹的自尊心太强，会当红恶乐，袂当红嫌的囡啊！啊，你讲社会那为了干那干那专家的恶乐的，啊，你都无做甲计得甲行该恶乐，人是要那甲你恶乐？那么无甲你恶乐，无掌声，你这个孩子就会慢慢慢慢的为对自己没有信心了，他就会离开社会啊！你讲哟，他个破书了，啊那等下在厝关呢，无再去吃头咯。他书读的越多，他越没有自信，因为他书读的太多，他肩膀的压力太大，因为咱大家对伊的期许太多了。啊，读个遮济啊吼，啊，车你也开遮济，啊，若甲恁爸母开遮济钱啊，你即马你出去一定个足有成就诶，所以你甲期待诶期待了伤悬，但是他没办法照着你的方式，照着你的需要，因为读书有时候是许多人为了炫耀自己啊，让孩子去读书，但是这个孩子的读书他不用于他本身，这些人做爸母的责任，唔是干那开钱就好了。这个孩子的灵格他没有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你不要一直往上逼他，然后高处不胜寒，你给他堆到最高处他下不来了、啊、下不来了怎么办？暖给你看而已嘛，暖给你看，他会避开社会，而且他也不想跟人家讲话、啊、一讲话的时候就哎哟、啊、他个色书他个破书啊，他讲话哪哪囡仔嘞，因为伊个灵地已经是安那，已经他已经把他关起来了，他的心门没有打开，他也不接受外面的一切，所有的好的资讯他都不要了，那就变成一个了，比一个读国民学校更惨嘛呢。所以咱通咧栽培囡仔读册，送去外国啦，送去倒位啦，会记你啊，你爱看情形啊，唔是送伊就好啊，迄有送伊转来，才怎啊变无路用囡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读书毕业了，他的光环已经挂在那边，但是实质社会没有给他，没有给他能够发挥的地方也有啦。还有他本身呢，抗压性又不够，我们对他的期待又太多。啊，你讲这是父母的不对，囡仔的不对，还是国家社会的不对？所以咱现在要研究人类啦，你要研究人类里面的罗盘到底放在哪里？
他心里面的罗盘放在哪里？你不知道他的罗盘放在哪里，你要抵这个囡仔哟。我跟你讲，一百个难呢，你有法都突破一个99个难呢，才能够进入他的心理世界啊。啊，这种代志神要哪个做？真的，神变神啊了吼。所以咱前讲到这书记你问我讲吼，梅香书记，人讲吼会当三花古顶光灿灿，五气雕云热烘烘呢。啊，你即马咧教单刀咧吼，啊，你唔敢讲吼，要安怎当三花聚顶？啊，我就感觉真好笑咧吼。人讲有阴阳两类气啦，吼，有气有雄啦，就是有阴有阳嘛，有刚有武嘛。哦，这个这类的这个气要安怎去合一？那讲会更加集贤观呀，又为三花古顶宫内采大药，过后呢三观会更发现新鲜，由此将精炼足，金光三现嘛，智慧一生思巧，人才会当得仙。人要安怎做仙？人生得呀，两气归一，上升一年元宫呢下降。咱就讲下降行灰凉啦，骨灵服水好，良好气在心尊坎，故为水好；法灵在心为理嘛，故为灰凉。命者真由人性命气，人之强壮；性者真气，辅导者众生之学。咱世间人，你敢有法度？咱咧讲降灰凉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讲水火相济啦，吼、哦！既然气在心为坎嘛，故为水火。那咱今日要伫这个心火内底，在心为理嘛，故为火凉。命者真由人性，命气连伫强壮，性者真气，你才有法度长生。啊，这个知学又搁为对去，要哪去降火凉？吼、哦，要哪去生水火？这个良火要哪相济？咱研究先天的，咱袂当无考量咱后天的人的特质啊！你也要研究先天的，你无考量你后天人的特质啊！人讲奥秘，道不能离开四大原理啊！现在讲道袂当离开四大原理，正机学所谓的三乘大法，三元明基顺嘛，一体理、心理、生理、义理，为定。吼、哦，咱伫讲定如。风火现其用嘛，小周天大周，至于无极，内底面你对机缘脱生，你要哪去找其真？哦，这足深的呢，好深奥呢。所谓三乘大法三元，你爱知影伊的原来原理，头伫对嘛，尾伫对嘛。吼、哦，咱今日道理咧讲的，包括哲学、心理学、生理学、义理学。要研究天地，不能无考虑咱人的特质呢。唔是每一个人拢讲要来学道，伊就有法度学呢。吼，啊，唔是每一个人讲要来吼三花古顶光灿灿，伊就有法度呢。吼，要五气雕云日烘烘，伊就有法度呢。咱爱研究咱的先天，你要去考量这个人的特质啦，对不？所以讲，都不能离开四大元素嘛。你的体力、心理、生理、意理。你拢无了解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去静坐解脱生死？啊，所以讲吼，每想若讲愈深的时阵吼，咱就足侪人讲听甲无啥啥。其实我读国民学校毕业的尔，哦，啊，伊若要讲，伊就一直讲，哦，啊，一直讲一直讲，我嘛停不下来了吼，哦。那是先天给我的东西，啊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你说要讲得很白。讲个简单的就是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有那种特质没有？你有那种愿力没有？你有没有能够舍掉一切你想，你已经有的，你要把它舍掉，你才能够进入道呢？啊，你也要搁穿金戴银，要搁食好困好，啊，要搁困碗碗，你敢讲你要修行？人讲无修无孝行，愈修愈孝行呢？